大家好，我是苗圃。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居家日常购物便捷的购物车，就是这款麦田便携购物车。这个购物车有三把手高度可调节，上楼都不需要弯腰哦，非常的省力。它的容量可高达35升，家人日常采购的米油菜都可以一车搞定。如果平时我们购买的货物比较大，也可以秒变货车。而且这款购物车是双轴感，可以承重40公斤的货物，真的是超级便携。买菜拉货爬楼平推是您的购物私人助理哦。